每到春分哈哈大笑，人仙人间就这么走一回，也期盼您是否能够在每个当下呢，看到任何事情都清净哈哈大笑了。这就是我们来到台湾，我们来到台东永明佛寺，将宇宙的浩瀚全部集中在自身，人体图书馆大藏经就在自身，来去自如。三十六位共佛齐身，法界有情普同供养，若犯时时当愿，所有的清净自在自由自在都来自于一切规矩，从规矩当中必定能够圆满，全部都完全在自身，不离开方寸，方寸在人类的心中。这是我们在吃饭当中以感恩的心，从每个当下能够以一份至诚恳切殷重之心来了解到呢，能够得到一饭一碗饭是如此的殊胜，所以我们随时随地慎独，能够更加的清净以感恩的心，透过量子思维将食物的粒子供养大众法师及未来佛，结斋萨多难三藐三菩陀具之乃达之他唵则利主利准提萨婆诃，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，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，饭食已去当愿众生所作皆犯具诸佛法。